你要扮演一只怎么样的猫啊？一只盼望爱的猫。爱是一片海洋，你的心是海。我自从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就开始投入全职的表演工作。天冷追回来其实是我第一部以中文表演的舞台剧，也是第一次在戏里面挑大梁。小猫，祝你好运。Call me Rose。其实我从小歌唱是我的 first love， 音乐对我来说它是我能抒发自己的情感还有一些想法的一个管道。我一开始全职表演的时候其实都是唱爵士音乐，就越唱越喜欢它整个形式，你要随性的表演，即兴表演的那个环节对我来说挑战性很强。以外都已经是夜猫子了。我个人常常去的一个地方就是 Haji Lane。 通常我晚上来 Haji Lane 的时候那些店铺都已经关了，所以剩下来的就是那几间咖啡还有饮食的地方。我有朋友在这里开了一间咖啡叫做 Going On， 那个是我近几个月来特别喜欢去的地方。不想做任何事情我就来这里。其实要找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完全无所事事其实还真的很难，因为你去到哪里就要买一点东西吃，你就要怎样怎样。可是来到我朋友的店不买东西不喝东西的话，我就这里待上几个钟头他们也不会介意。他们在这里开店是不是很开心？因为我终于有一个真的可以属于自己的一个地方。我真的爱上这个地方，也爱上它这种古里古怪的布置。它是真的有一个很独特的个性，整个波西米亚风的那种情怀、那种浪漫，就离不开我对 Haji Lane 的想法。对，其实整条街因为它很窄，它好像把你包围了，然后它把你隐藏起来。它的整个气氛跟白天的很不一样，晚上的气氛。怎么讲呢，他的那个感觉他很 cozy， 在路边都会有人坐在地上啊抽水烟或者吃东西喝东西等等，所以就很自在，随心所欲这样子了。其实我在任何时候来 Haji Lane 我都有不一样的感觉，可是都是我觉得很喜欢很自在的感觉。我喜欢白天在这里走，就是因为它比较近，你在购物的时候你没有好像在大商场购物的时候那种感觉。特别是喜欢它每一间店的那个装潢跟设计都很独特，然后也很有想法很有概念，感觉上就是很非主流的一个购物的一个体验。他养了几只猫，你听说就他的猫会从里面这样子一只一只这样子走出来，就在那里很悠闲的在那里看着你购物这样子，所以对我来说那是很特别的一种购物经验。整个
Arab Street 的这一带，凡是有老建屋的地方，其实我个人都很喜欢。可能是因为它有着一些历史的一些足迹，所以就感觉上它让我在某个程度上体验了一些旧时候的那种情怀。电屋对我来说，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建筑风格，旧电屋天花板比较高，在里面的时候，我感觉上我头上的那个空间跟我的思想的空间有成正比，这很奇怪，我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我特别喜欢天花板比较高的地方，对它那种空间感，让我觉得很舒服。可是我特别喜欢 Haji Lane 的原因是因为它有那个 old school 的那种感觉，还有那个旧店屋，可是它又有一些很新潮的一些店面，它还保留着一些有点好像类似钢板情怀这样子的感觉。这里还有一些店铺是原来的屋主拥有的，然后他们楼上他们就在那里生活睡觉等等，所以有时候下午比较下午的时候，就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住这里的，他们就在这里打羽毛球，就在这条街上打羽毛球这样子。所以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很奇怪，哪有人在马路上打羽毛球，在这里就有这样子的事情。我觉得他是我们小小岛上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地方，因为它又有我们所谓的 ethnic 的那种 background， 它是 Arab Street， 因为它有那些附近就有那个回教堂，然后这整条街就有就是这样子的新跟旧的店，然后隔壁一条街就有卖那些布料等等。其实对新加坡人本身来说也其实还蛮特别的，我们在很多其他的地方已经慢慢的失去了这样子的一种感觉。